今天身上穿的是 Roland Murray 的洋装，然后身上佩戴的是宝格丽的珠宝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 Ferragamo 的手拿包。我今天是想说走一个就是好莱坞的路线，因为这个其实是就是巨星们有时候的穿搭，然后我希望可以这次压力比没有那么大嘛，就展现自己的喜欢的东西，就是自己喜欢这个礼服，所以没有特别想要露哪里，就是比较不用那么矜。没有哎，其实因为我觉得这次刚好第一次可以坐在台下看颁奖典礼，所以压力不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希望是可以轻松舒适的。真的非常漂亮，谢谢。